池的浓缩铀。当地时间11月5号，经法国下议院、法国国民议会最终投票确认，法国政府可将健康通行证制度一直延续到明年7月31号。此外，在这一期限之前，法国政府也可根据新冠疫情防控需要采取相应措施。学校方面则被授权获取学生接种新冠疫苗的信息。11月4日的排灯节是印度一年中最为隆重的烟火盛会，堪称印度。